迎大家这次在百忙之中前来 GU Presents 古川雄辉神秘见面会。我想有很多朋友我们是第二次见面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好吗？请提问。好的，那在这次见面会开始之前呢，想问一下大家，都知道 GU 吗？知道。好，它是迅销集团旗下的一个著名的时尚品牌。今天隆重开业的 GU Uniqlo 上海店是 GU 在海外开设的首家门店，这个位于上海繁华市区的淮海路市段，今天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，盛装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那今天我这一身穿的也是 GU 的，大家怎么样？谢谢谢谢，青春一把是吧？那大家猜一下我这一套行头啊，行头好的我们说大概多少钱？这个298，那我们还要问一下 GU， 下次有人这么说好不好？其实我这套衣服呢是比较好记，357，357元，应该也不贵是吧？好的，希望大家呢之后呢能到 GU 去选购自己中意的服装。我们也希望今后呢能为各位呢一起带来时尚搭配的各种乐趣。那在现场的各位，我想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亲弟们，能有机会被选中前来参加古川先生的神秘见面会。不仅如此呢，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主办方 GU 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。今天起三天以内，只要您购物满300元，就有机会参加古川雄辉的签名 T 恤的中奖抽奖活动，每天限定100名。那如果你没有中奖呢，也不要沮丧，每天的前400名也可以获得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。同时呢，在开业期间下载 GU 的 APP， 还有机会获得30元的抵扣券一张，抵扣券一张。除此以外呢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优惠等着各位，请大家一定要光临 GU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GU 这个品牌。稍等稍后啊。那么迅销集团与优衣库的姐妹品牌 GU 成立于2006年，在日语中，我想当中有很多人都懂日语， GU 它是其实和自由 GU 的发音非常相似，所以呢我们也一直秉承这样的理念，让时尚更加自由，力求通过惊人的低价、潮流的设计以及放心的品质，给消费者、给各位朋友带来更自主的购物体验。本次登陆上海呢，我们为大家营造了大约1000平方米的购物空间。这家门店是我们全球排名第5的一家大型门店，丰富的产品线会满足喜欢时尚各位姐妹们的个性需求。在你们搭配挑选时装的同时呢，我们的 Oshalista， 也就是说时尚顾问，日语里有一个叫 Oshale 是吧？ Oshalista 时尚顾问会给各位给予周到的服务和到位的建议。从2012年秋季开始的，我们联合日本演艺界时尚代表在日本共同推荐 GU 的产品。今天在 GU 进入中国的时候，我们有幸邀请到各位的男神古川雄辉作为我们新任的宣传大使，一同为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一个更时尚、更自由的购物空间。也衷心希望中国的消费者今后能够更加支持我们的品牌，我们也会竭尽全力满足各位对时尚的各种需求。那这次呢，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们认识 GU、 了解 GU， 特地邀请了艺人古川雄辉先生担任品牌的宣传大使，通过应季的时装、惊人的低价、放心的品质，让中国的消费者、让朋友们充分享受到更加自由的搭配。好，大家都等急了吧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就请出小哥古川雄辉先生，请出他来为我们来。稍等，我问一下，上次有来过那个浅水湾的有多少人？几乎全部是吧？那今天是第一次被抽到的，是吧？上次哎，好，那上次有幸运的抽到奖品登台的有没有？没有是吧？好的，那今天呢，大家还有机会。
有机会和我们的小哥男神近距离的接触。那一会儿呢，我们叫他什么？上次我们也是叫他 Yuki， 一会儿跟我一起叫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保留他的名字。好，现在有请我们大家和我一起欢呼 Yuki。すごい歩きやすい。
那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忙着问了。我是问他呢，他在新出版的这个写真集里边也有穿着吉玉的服装拍摄的一些相片，问他穿着服装感觉怎么样。他说不管怎么说，吉玉的服装就是穿着非常的舒适，也非常的适合运动。那比如说像这样的他身上的这条牛仔裤，看上去好像比较硬，有一点 formal 的感觉，其实非常的有弹性，非常的舒适。哪里？しました。はい、今回もチャンスを皆さんにお与えて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続いてのお待ちかねの皆さんにとっては握手コーナーになりますけれども、少しお待ち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。準備いたします。那感谢他的经验分享，下面呢也就到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也就是如此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小哥ゆりさん。那上次呢，由于他出于他的好意，在结束以后请每一位粉丝上来进行握手。今天大家想不想？想。是想还是一定要？一定要。好的，那在这之前，请大家能不能遵守一下我们的规则，好不好？那一会儿呢，我们请大家从会场，大家会场的右边依次上场，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进行引导。然后呢，我们基本上是一位上场，一位下来以后，下一位才能上，好不好？我们会有小哥亲自递上新人的小礼品，请大家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，配合我们遵守秩序，好吧？然后呢，也请大家不要拍照，谢谢各位，稍后片刻。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今あのルールお話をしてました。こちらの方に。東京は今日お天気どうでしたか？涼しかったですか？そうですね、ちょっと涼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、上海も夜は結構寒くなるぐらいですけれども。そうですね、だからこういう服、これからのシーズンすごい。そうですね、決まってますね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